欢迎收看赞美花园。今天我要介绍一首日本赞美诗歌，我要爱慕你，期待求めます。这首诗歌可以说在台湾最有名的日本赞美诗歌之一，原作者是长泽忠史、長澤貴文牧师。今天分享的影片是很特别，不只是长泽牧师本人的演唱，而且今年五月底，我们台南圣教会牧者拜访长泽牧师时，高松和牧师录下来的具有纪念性的影片。长泽牧师牧会的教会叫做迦南赞美教会 （Canaan Praise Church）。赞美是长泽牧师的核心价值。他已经发行了十几张赞美 CD， 刚好这个月也发行了新专辑，看得出来他对赞美的感动生生不息。今天介绍的影片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我们日语崇拜同工几乎每周唱长泽牧师的诗歌来赞美神，可以说是长泽牧师的忠诚粉丝。尤其是我要爱慕你这一首已经受到不行，但是我现在听到长泽牧师的歌声好像是一首新歌，我的五官苏醒，立刻投入他赞美的感动中，邻里合一，跟大家一起赞美神，那是多么美妙的体验。所以我当场大胆地邀请长泽牧师来到台南圣教会如音之夜一同赞美，希望南圣的弟兄姐妹牧者同工一同感受长泽牧师赞美的魅力。长泽牧师听我的邀请很开心，马上答应明年四月来台参加如音之夜，跟我们一同赞美神。关于今天分享的《我要爱慕你》这一首诗歌，长泽牧师透露很有趣的故事。他这十年来每年去以色列办赞美工作坊 Worship， 有一天他进行工作坊时，从别的教室传来《我要爱慕你》的中文歌声，原来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唱的，而且他们以为这首诗歌是中国人做的，带着笑容告诉我。我就知道长泽牧师的赞美诗歌超越种族国家，传播万国万民，感动灵魂。好了，不要多说，现在我们一同享受长泽牧师为我们现场演唱的我要爱慕你。耶稣